钓鱼啦，34年了。后来他到哪里？后来就没有钓鱼了嘛。陪着。这个没有陪了。这个没陪了。我在家里要煮饭，等他回来吃啊。哈哈哈！终于有自由的时间。那你是土生土长湖口人吗？他是新埔人啊。我是新埔人，又搬到杨梅，又搬到湖口。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口人。太太好。在那个信氏国小，他教一个学校教36年半，那个校长主任一直换，他不用换，他就在那边做老大。是别人帮我开的啦。我到楼上去。到楼上去，先把冷气打开来，房地我们就上去哈。你们现在就是吃水果了哈，吃这个时间，把它吃完。我急那个急一些，你知道吗？它的这一个地方哈，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呐，急一个急一个意。是爸爸。乐观，写书法哦，那是爸爸的笔，老笔啊那些。那这样啊，来回来就挂上去了。相当的内涵，所以我们有幸的能请到这么一个好老师，客家界的那个长老级人物。